翻好啊。慢慢来，一步一步的成长。工作不周到，快快快，在这儿。好嘞，谢谢啊，老方。行了吧？改天请你喝酒。哎，别喝酒了，有时间啊，咱们去打羽毛球。行，到时候约。好，慢走啊。嗯。啊，谢谢方。到时候约啊。好嘞，那我不送了啊。吴律师，方总监刚才不是这么说的。我知道，故意刁难你吧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想让我亲自去找他，所以就让我当炮灰。觉得委屈啊？那就赶紧让自己强大起来，强大到不用受这份委屈。我回来了。啊，桃回来了。嗯。来，打开看看。什么呀？你们俩打劫谁了？这钱跟我没关系啊。这不，你怎么这么贫呢？在单位你也这样啊？妈，我做技术的，我跟人这么贫早被开了。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咱家老房子卖了，这是卖房子的钱。那房是爷爷留给我的，你们俩怎么说卖就给卖了？那是你爷爷留给丁家的后代，不卖这房，你在北京怎么买房？不买房，你结婚后住在哪儿啊？妈，穆家不是那样的人，他从来没给我提过买房的事儿啊。他从来没跟你说买房的事儿，他连跟你见面的功夫都没有吧？啊，冰箱里给穆家包的饺子一个都没少。他最近不是上升期吗？他忙。忙？有多忙？连回来吃顿饭的功夫都没有？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别叨叨了啊，儿子。这纸袋里呢是10万块钱，这张卡，卡里是40万。你不是要独立吗？钱就是人的腿儿，没腿你怎么独立啊？你俩别包了，冰箱里不还有吗？哎呀，那冻饺子我跟你爸都吃了，再给穆家包点新鲜的。他没时间回来，你就给他送过去。跟他说啊，工作再忙也得好好吃饭啊。啊，那我就给他打个电话。行，快去快去。谢谢啊。有他这句话就行了。你好好的惯吧啊。是我惯还是你惯呢？真是。哎，小弟啊，对不起啊，那个我刚才过安检呢，我才腾出手来接电话。哎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你下班了吗？我去接你啊。我下什么班啊？我去恭王府送合同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感觉自己跟在宫里上班一样。那你送完合同没事了吧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爸我妈来了，给了我50万，让我在北京买房。50万，买房啊？所以呢，我想跟你商量商量，你觉得咱们在哪儿买合适？要不然买在咱俩单位中间吧。小点没关系啊，等咱们挣了钱咱们再换大的。行啊。对不起啊，那个我同事给我打电话。哎，你别拜拜。你跟我谈会儿恋爱吧。哎，小飞姐。喂，穆家，你帮我给李律师和王律师订两张最快去重庆的机票，我马上把身份证号发给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嗯。哎，您好，我想查一下现在去重庆最快的航班。我自己进去就行了，你先回去啊。